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安老师。我现在跟各位讲一个好康，超级好康。你们是不是觉得常在看我影片，技术进步很多，是不是想电人？是吧？是不是想测试一下自己的实力？有吧？告诉你一个好比赛，零路草芽道有年度积分赛。你都可以去参加，而且他提供好多优惠，这真的是佛心在推广这项运动，这跟我的理念很像。我为什么想要做这个频道？为什么我会这样做？是因为我以前自己学过来的时候，跌跌撞撞走了很多冤枉路。你看你们看我影片是不是就快很多？我以前哪有影片可以看？你看你们多幸福，知道吗？那这一部影片就是要告诉你们有这个讯息，希望你们多去参加比赛，而且这个比赛这么的优惠，而且提供的奖励、奖金，然后住宿这些东西这么的好，你还不去参加？我再给你一个动力去参加，再给你一个动力。这一支影片你有看到的人，我们会把它放在我们的粉丝专页。对，你听的没错，我们现在已经有粉丝专页了，我们有赛道狂人李翰老师的粉丝专页。等一下他应该会把它放在这里，是不是？我问一下魔术师也来这里，来再一次这里，有吗？来这里 ，OK， 好，反正等一下就会有人帮我把它放上去 ，OK， 我只要比一比就好。那我们有粉丝专页，我会把它放上去。所以你只要在我们粉丝专页那个下面留言，啊 ，take 两个朋友，你就有抽奖资格。OK， 那抽什么呢？当然就是抽零路赛车场草芽道的赛车体验券啦、啊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你只要有 take 两个人，你就有抽奖资格，抽中你就给你一张。如果你也跟我们一样非常热情在推广这项活动，你已经 take 两个朋友，到时候抽中你了，结果我们点进去你的个人脸书，又发现你有帮我们分享影片，设公开给大家看，这样怎么可以不特别奖励你呢？对不对？我们就给你两张 OK， 好，你只要抽中你，我们看到你粉专哎，有分享我们的，不是你的粉专，你个人脸书有分享我们影片的话，就给你两张 ，OK， 好、哦、啊，但是要符合抽奖资格哦，知道意思哦，啊，你就在我们粉丝团下面 take 两个朋友，你就有抽奖资格，抽中你，好，如果没有分享这部影片也没有关系，我们就给你一张。那如果你中奖了，我们看到你个人脸书设公开，又把这部影片分享出去的话，我们就给你两张 ，OK， 是不是很棒？对吧？这样大家是不是动力十足啊？赶快来哦！啊，我们抽奖的时候会是什么时候呢？会在4月25号，我在草芽道办赛车营的时候结束的时候，因为那天活动大概到三四点左右结束啊，大概就大家就密切注意那个时间，我们就会在那个时间直接直播抽奖，抽出10个名额，所以我们最多有可能会送出20张。你们知道一张价值多少吗？你们有去跑应该知道吧？这真的很佛心的，大家真的很努力在推广这项运动，一起来吧 ，Go！